尽头。这位啊，请求的神，这一位啊，上好的爱，他浇灌在你里面，你用真的来爱他，才叫做上好的爱，才叫做请求的爱。我盼望今天呢、啊，这一件事情呢、啊，我们来一次讲清楚了。我和弟兄们讲啊，弟兄每一次都是这样讲，每一次都是这样讲，但是这个东西要印在我们里面呢、啊，很难印。我们解释什么叫做起初是上好，上好就是那个起初，我们解释得来。但在我们的观念里啊，是我今天呢、啊、比昨天更爱他的时候，我那个性质就不错了。但是呢，今天不是你更爱他不爱他的问题，是到底用什么爱来爱他的问题。若是我们不是神的爱来爱他，你根本就没有上好的爱。难怪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，他说神的爱借着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。阿们吧。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所以啊，简单说，你就到他面前让他浇灌，你就有这个上好的爱。好，你也不要想，哎呀，这上好的爱呀、啊，这个怎么比较呢？啊，这个好像啊，我这个早年呢、啊，那个情形啊，我今天不太有那个。你是要恢复到那一个呢，还是什么？如果没有恢复那个，你就觉得挫折，你就觉得就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。今天我们盼望大家弄清楚，你弟兄每一次讲上好的爱，就说这个上好的爱就是神的爱。只有神是起初，只有神是上好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神就是爱。你如果不是让他去所谓，你不是有一个态度，有一个信心到他的面前来，让他充满，让他浸润，让他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是不可能有这个爱的。大家明白吧？刚才为什么写二十二节，就说太多了，你可以让他去说，其实底下是可以不要讲的。反正你知道的那一点都是那一点了。你比如要读经，很多人读经啊，只是研究，就是不让他去说，是吧？那你这个读经啊，又不是，这不是说读经的问题，是啊，让他去所谓的问题，是吧？你要凭他和一大堆点，你自己都可以写纲要啊。那我只要给大家一个深刻的印象，起初的爱来爱主，就是让他居首位。哎，喂，有22条路啊，你都可以向他敞开。当你让他居首位，他来浸润，他来浸透，他来充满啊，让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。大家阿门吧。其实啊，信息就算讲完了啊，因为没讲清楚啊。进到树林里，大家以为啊，不是那样就没有起初的爱。我和大家讲啊，就是让他举手。起初的爱就是神的爱，上好的爱就是神的爱。你没有来到他的面前，借着各样的方式，无论是读经啊，无论是祷告了，无论是吃他了，无论是喝他，无论是诚心啊，无论是这个品他活了，你一大堆的路啊，这个不过就是叫你因着让他居所位，让他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你本来负的责任了，加在他们身上，不是让三分之一给他做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宣布退休。有弟兄跟我说，我是已经没有退休了，而且还请到我，他说你小心了，拖了几丝毛就死掉了。我说你倒乱讲啊，这个是因为主叫他去，所以祭司王就该脱了。我们不要在讲道上来争论了，重点就是你到底觉不觉得你是该把责任交出去的时候。这个我最近我只能讲一点吧，李丁回来带新书的时候，当时他对韩国有个教会得人得很多，他就非常注意啊，甚至李丁那时候注意到，连这个讲异端的，但他的做工的方式都一再提出来研究。我就怕我们在座弟兄呢，没有研究的精神。
在讲，心若要成功，一定是第一个要统计，对不对？要怎么样？要研究，要分析，要比较。好的。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小小的规模的说，这个教育团体，它是40个人组的。最近呢，我听到他们通报，他们已经用的场地，早上一场800人，下午一场300多人。那还有一个教会，它成立不久，其实在我们信基大楼，我们那时刚完工不久，它就成立就是那一次在我们的地下室。那现在已经做到3300人，为什么？就是呢，让青年人多背一点的责任。弟兄们，阿爸们，这个值得我们研究。但他的精神就是呢，试试看，把责任加给青年人，然后呢，我们不是说放手不管，陪着做，教他做，但是教的过程中永远记得，现在开始说他负责任，不是你负责任。我们不能够这样做，可能就是有点顾虑。第一个，怕给了别人自己没事做，会不会这样有失落感啊？会啊，当然会。不会就是你是一个懒人，一个积极的人。尤其那个教会那个会所是一路拼上来的，那么简单交给人家，因为你看谁都看不上啊，是不是？都不太容易了。我自己过程中啊，经过好多次，我因为我儿子结婚又生小孩，我就有时候回想，那老人就容易开始回想一些事。那抱歉，我讲不是为了今天晚上回想过什么，而是鼓励在座弟兄们，大家阿门吗？阿门。我突然有一天发现，我说哎呀，我经过永福，我说看看这会所。哇，当初选这个瓷砖呢，这很多考虑，到现在颜色都没有太掉。我再想一想，算一算，那时候才28岁，就在台上乱喊乱叫，哎呦，干会说啊，充当奉献，这个教会奉献馆只有60万，我们的奉献是要2500万才能干。这种生意当时真是傻瓜才站上去吹。但是啊，这个弟兄们就是。我刚刚讲那一带没什么人，所以我们只要冲了，大家也不是画地戏皮和红旗啊，就是连长还是陪着我的，但是呢，主要是我来负责的，就这样也能够，哎呀，把那个会所拼起来。那我就看到我儿子31岁，我说叫他上去干，他肯定说他不行。他为什么？就是我们不知不觉挡住年轻人背责任的机会。我们没有不成全，我们只让了一点点，我们让的不够多，甚至杂物、事物、财物、会务，我说的会务就是包括财团法人啊，那些什么组织章程、业务啊、报公司、董事会报账，都还是在我们很仔细的锁在保险箱，只有你能开呀。哎呀，饼杯啊，找不到小的饼杯啊，只有问你才知道，甚至只有问你才能够打开。当然我们不一定有这么糟糕，可是我要问你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交出去的经历？我们值得思考。你又在信息里面说到说，我们的容量就到此为止，就像一个人只能担这个80斤、180斤多少斤，那我们就负责弟兄们担就担这么多了。弟兄们相信自己，生命上会越来越老练，我们能担的一定是每况愈下。阿门的不多了，我自己觉得是这样，或许你跟我不一样。我是越来越老了，头发越好像越来越聪明，是头发越掉越来越厉害了，头就开始秃，越秃越多。真的体力考虑事情，我们要成全青年。阿门吗？阿门。我们来吃生命树可果汁。今天